手牵手一起走着幸福的大圈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今天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经典有趣的奥数题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6+5=9。题目的要求，移动两根小木板使前后的等式成立哦。这道题还是有点难度的哦，难度系数3颗星。做这种奥数题，我们一定要掌握好技巧，也要按照我们的题目要求来做。你需要多少时间来完成这道题的答案呢？每天动脑5分钟，对我们的大脑非常的有益哦。好啦，接下来请你把正确的答案写在下方的评论区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记得点击关注哦。